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特产试验所在一月十三日举办年终记者会，展示特产所去年一年的研究成果。特产所黄俊峰所长表示，这一年来面对疫情形势和农业大环境瞬息万变，特产所的科研工作并无因此停顿。研究当然展现高度韧性和团队的精神，继续创造灿烂的研发的成果。特产所黄俊峰所长表示，好，我想今年主题的部分，我们在这边有三个，一个是这个左边的这个豆鸡的部分，那这是国内第一支的豆鸡来完成命名的这个品种的命名，所以这个也是特别意义重大。那接下来我的右手边这边是我们整个在牧草的研发过程中的台续草九号，它这个是耐淹水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系，有别于其他以前这个整个牧草的这个品系的研发。所以为什么要研发这样子的项目，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气候变迁，所以有时候强降雨这个一下就是这个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那这样子的品系可以让这个牧草它不会受到淹水的影响，而且它还可以环老化，也就是说原来可能八周到十周就要收割，那因为下雨关系没办法收割，所以到了这个十二周十三周这样子的这个草的品质还是可以维持不错的这个品质。那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即时性的这个鸡蛋白豆像这样子 豆腐丁的这样子一个品质，鸡蛋白丁，那这个这样子的产品可以促进整个像蛋白有时候会有过剩的时候的一个消费，等于是即时性的这样休闲的产品。我想这个是我想在整个未来的发展趋势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相当多的这个研发成果，包括我们在智慧农业的部分开发了这个发情的一个精准的诊断，还有在家禽像鹅跟鸭的部分，我们有做一些它如果说离开了群体之后，我们透过影像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只这个家禽是生病了，我们就可以做预先的这个处理。那还有我们在替代整个饲料原料的进口部分，我们也着力的非常多哈。那因为现在饲料的价格也高涨，那有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会影响到这个传奇，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许多的国内的饲料原料来替代这个进口的玉米或大豆的等等的这些产品，包括这个陈米的利用，包括了我们很多像甘薯格外品或是我们农作副产物的这个麸皮啦，或是凤梨皮渣或是尼龙皮渣等等这些，我们希望透过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收集，然后到制造成清除料或制造成饲料原料，最后到行销的部分，能够产生整个这样子的产业链。好，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也有非常多的好的这个成果。那循环农业的部分，当然我们也有很好的研发的成果，像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乳牛场大概200头乳牛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从这个废水施灌这个阑尾草，那阑尾草再回归到给这个牛去吃，那我们还配合了沼气发电，我们还配合了这个太阳光电等等这些。所以假设我们可以用这个废水施灌，我们不用化学的肥料，我们可以额外来生产绿电，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达到接近然后碳中和这样子一个生产的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大概接近十项左右的循环农业的这个示范这个园区，包括整个从生产过程中怎么样去节省能源，怎么样去增加这些农作副产物的利用，包括粪便的这个适当的处理跟使用到我们整个这些田地里面去，来减少化肥的使用，来减碳。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这一年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研发成果。在特产所年终记者会上，以稻鸡新品系统、花式稻鸡、耐淹水的牧草新品种、阑尾草、台系草九号、加鸡蛋白麦当安的食、长温技术的两百顶产品，为主题进行专题介绍。特产所黄俊峰所长表示，体验产业的结构和国际化的客观精神，将科学转化为实用技术，引领辅助产业成长为特产所的职责。本所研究人员在各领域的优秀的表现，
受国界肯定，勉励同仁再接再厉，发挥所长。新的一年也会用上届大的热情和专业，继续为畜牧产业努力。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